攝影係好直接噶嘛，你拍一啲嘅題材嘅時候就會好容易去觸動到人，或者將嗰個事實真相去話到俾人聽。咁就希望可以用呢個途徑咁，能夠會唔會對個世界有多少改變呢？我叫謝志德啦。90年代我就係開始從事新聞攝影工作，做咗十幾年記者之後，我就喺2006年嗰陣時就開始做一個自由嘅攝影師啦，做自己關心嘅題目啦。其實一直我都係拍城市嘅變遷嘅，但係個變遷變得太犀利嘅時候咧，2年之後你成個社會嘅空間或者城市係面目全非，而家發展係透支緊未來嘅資源，未來係一定會係受到影響嘅嘛。空氣依樣污染依樣嘢咁多年啦，喺香港空氣嘅污染嘅質素咧，其實好多時係同人嗰個心靈亦都好有關係，因為我哋受到成個社會嗰個唔同壓力嘅發展啊，個心變得更加污濁。呢個心靈嘅污染嘅時候會點啊？你呼吸嗰一口空氣入去，呼出嚟，其實都唔係一個乾淨嘅空氣咯。如果我哋既然有一班將會受到發展影響或者會受到折磨嘅人嘅時候，我哋成日去關心佢，會唔會其實佢哋覺得地方空氣咁清新咁好？咁我會唔會調翻轉頭將個祝福由佢哋帶翻俾城市人，令到佢哋有種醒覺呢？我成個作品就係、是、你嘅心一定要有改變。咁啊，朱 Sir 就係我揀其中一個喺新界東北鄉郊。會送一個植物同埋空氣俾城市人嘅其中一個、朋友啦。朱 Sir 放棄咗自己嘅教育嘅工作啦，由零開始就喺度實現佢自己嘅夢想啦。通常同一啲朋友攞空氣嘅時候咧、我哋都會有少少嘅一個儀式會去做啦，即係將個祝福連埋個空氣一齊放落嗰個樽嗰度咯，即係希望個地球嗰啲人對個大自然有一個尊敬嘅心啦，而嗰個空氣亦都係好清新嘅。一個有自由啦，亦都有一種快樂喺裏邊，能量喺裏邊，我就將佢帶去一個城市污染嘅地方嗰度啦。咁佢再釋放出嚟送俾一個朋友嘅時候，大有可能比你安部充氣清新機喺你自己屋企更加有效喎。因為嗰個人嘅心潔淨咗，所有嘅事物都會因此而受到潔淨咯。最壞嘅年代就係最好嘅年代咯。你經歷到最壞嘅時候，你先至會有一種覺醒嘅心喺裏邊。我就係覺得佢能夠將佢個祝福，佢僅餘嘅祝福或者個心，佢都可以帶翻去一啲城市人。而呢個城市人，如果能夠真係感受到或者知道嗰個事情嘅時候，改變先至會有。攝影好似一個魔術，一個鏡嘅時候，你當下佢嘅心係點樣樣，即係唔係淨係一個記錄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拍了一張照片出來，那些人看了會不會產生一種慈悲，或者會不會對他一個好的影響。心念是一個帶不走的回憶，帶不走的一些能量。